在草原上讲悄悄话。羊就问牛说：“这草好不好吃呢？”然后呢，牛就无力跳下去说：“真好吃，真好吃，这草没味耶。”羊就想说：“哎，怎么会是草莓味呢？”它也掉下去吃吃看，掉，闻，哎，怎么没味道啊？然后牛就说：“所以我才说是草莓味嘛。”草莓味，要讲什么故事？快点来，换你的。来，驴的故事。那个什么老驴子会不会你会不会讲？不会讲。啊，那你讲讲看。小飞，你会讲吗？会啊。那你试试看呢？我要告诉你来一个，还是三只鱼的故事。三只。不用了，自己好好努力就行了。好，再见。烂苹果的呢？烂苹果，我不知道第一个是什么。烂苹果，它就是它有一条很。好，爸爸，那你去讲。爸爸，你去讲。啊？牛啊！好嘛，啊，它很漂亮的嘛，就是换一条牛，你还记得吗？嗯。然后换一条牛，就是说那个什么啊？黑骑牛奶。黑骑牛奶喝。后来想想，那个那个羊，换一只鸡也不错。我哪有用啊？烂苹果。对啊，换鸡不错。结果他就想说，那个鸡啊，看到人家那个烂苹果，没有人买啊。他可能那个烂苹果也不错，晚上可以有苹果派可以吃一下。